给，掐指。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尼听到无？这节课是这个法制法务工作的报告啦，吼。啊，我叫詹经元啦，吼。各位，谁来这上课？知无？为什么会来这里上课？可能不记啊，吼。啊，准备执证。执证的准备啦，迄、那个初迄天吼，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因的海军陆战队队旗，即马挂伫楼顶，有人看无？有吼，是啊，啊，就表示这个海军陆战队伫要入来啊。啊，恁这个执政准备，大概有叫恁去做一个，比如讲做一个酋长啦，好啊，做一个负责的人吼。啊，恁有技术无？有这个方法无？有信心无？安尼啦，有没有？有。有哦。啊，方法是安那？不是找人啦，吼，爱武装家己。你要武装自己，怎么武装？就是要认识这个东西啦。这边那他，一本笔啦，吼，一本笔啥物件？唔知吼。恁若知影这個，恁就有法度做官，恁就有法度做议员。好，我等下讲恁听吼。一本笔安尼叫啥？要大一啦，吼。好，你看者吼。什么叫一本笔啦？吼，讲一本笔大一的计划，标示整体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效益成本的比啦，吼。啊，安尼就做了这件代志做落去，那效益较大，成本较少，安尼表示安怎？会赚钱嘛？会做利嘛？对不？啊，一本比越大，标题怎么坏？计划的施行效率越高，越值得施行嘛。啊，你若真侪计划，你伫议会内底有真侪这个财务计划吧吼？啊，对，大家这边优先，优先的顺序的照这个一本比的大小来排列吼。咱先开咱这公民权利法第29条，大家翻开一下，我恁读看卖者。公民权利法29条，红色的本吼，29条，29条，有看到无？好，第15页吼，恁看吼，伊讲，伫美国军事政府完成。授权台湾民政府掌理台湾行政、立法、司法权的次联起法制法部及所属前所辖各前者机关，应将其机关单位之税出概算，依一本笔大小排列优先顺序，供参议院及众议院之审议参考。但税出概算所采取的财务支出计划，其一本笔小于的话，不得执行。这只案子吼，就讲你这个财务计划吼，政府要创啊，政府就开钱的嘛。政府要创，政府要开钱啊！开钱要有方法啦。啊，你的财务支出计划那是讲小于一，安尼表示什么款？了钱嘛，对不？了钱干袂当做，袂使哦，嘿！你蠓仔惯着你遮来啦。好，安尼过来讲，计算一本笔时吼，非具体效益之总额以整体效益总额30%为上限啦，吼，国会每2年检视一次。好，这个先知影一个非具体效益的吼。以国家公共利益为重不适宜适用第一项但书的财务支出计划的种类跟范围即一本笔的计算标准由国务院定之嘛，并送参议院及众议院审议备查哈，并跟审议同。那公民权利法内底有一条叫做一本笔的哈，就是讲这条29条哈，大一表示说可以做的，用效益。大于成本，那小于一的表示了钱哈。安尼，啊，即马咱的任务就讲做，这个案件财务支出计划下卡送起来的时阵，你来判断说它是大于小于一，啊，这也要判断未？
伊算出来呢，小一这个工课都要甲否决掉嘛。爱算出来大一，我这都是会做哩嘛。啊，下骹要变哪算？伊爱叫会计师，讲你这个案件吼，比方你若1000万以下，可能爱一个会计师会算；啊，2000万以下，还是讲5000万以下，要两个会计师会算。我那就超过1亿，可能爱3个会计师来会算安尼吼。啊，算算，因算啦，啊，你都下骹的人都叫因爱叫那些会计师来算嘛。啊，算一算，啊，就看讲这个是大一、小一安尼。来看一下吼，这里有一个4个象限，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第四，这种大把看过无？没啦吼，这个叫做四个象限的一本比啦吼。这里第一象限是标示什么款？S Y 轴啦，啊，这里是都是正向嘛。啊，这里呢？这里有一个负的，一个正的，这里负其实是叫做减缩啦。啊，第三现象安啦？两个拢减的、喔。啊，第四现象一个正的，一个负的。请问大家的所在上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哪一个地方最坏？第三哦、喔，可能不是哦、喔、吼，咱来看一下吼、喔。第一现象是主要在说明吼、喔，解释吼、喔。正向的投入跟正向的产出啦，例如说投资 A 投资300万，啊入股新设的 7-Eleven 啊，产出一年税营业额600万，税后120万，啊那这些表示应该是几年的回本啦，三年的回本啦嘛吼，所以这会做哩吼，这讲正向的有投入有收益嘛吼，啊减缩。比如说这工厂规模啊，都真侪业务拢搬去中国去啊，啊，所以这一寡厂房倒出来，隔出来变哪，囥好用还是安那，还是出租？出租你都有一个收入啊嘛，啊，但是你的投入变作有一点点减缩，哦，这叫做负向的减缩跟正向的产出，因为有收入这个租金嘛，吼、哦。啊，比如讲这个讲。减缩低度使用频率的这类厂房10000平啊，产出100万的租金啊哈，比如这个了哈。而且第三现象就讲，在说明减缩投入哈跟负面产出。比方 A 公司这个 A 经理哈，长期嫉妒一个可能取代自己职位的竞争者李处长啊，结果 A 公司李处长在。新年啊，领完这个年终之后，就率众提出辞呈嘛，啊，率领原公司资深员工20人招揽公司的客户、啊、到中国去另外设一家 B 企业嘛，哈，啊，产品低价回销，打击本土的这个产业啦、啊。对 A 公司来讲，一跑掉了21个员工，这是负面的产出嘛，啊，它又带来竞争。这个叫做负面的收入嘛，哦，这个是两个都不好的哈。啊，这个第四现象在说明错误的决策了哈，投入资源，正面的投入哦，但负面的产出。都像安尼是讲，就人造起他的先一挂薪水嘛哈，啊个但是伊是探就是不好的东西进来，啊这个是花了钱。也是不好的东西，安尼这里较歹啊吼。啊，比如讲这个投资了1000万，花了钱嘛，啊，然后产出就是有毒的废弃物，微博的，这个就是不好。好，四个现象诶，一本比打开来知影了吼。啊，举一个例子，假设啦吼，台湾政府中央。在经联席会哈、哦、决定在台中起这个轻便的轨道，啊，预估有20万人次哈、哦，依靠轻便轨道通勤，每个人平均搭乘一次车1块钱，然后1块台元啊，这美金哈、哦，每搭乘人次预计可节省15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哈，啊，每搭乘。人次减少汽油消耗、空气污染的成本约1.2台元，啊，总造价30亿台元，每年经营成本5000万，啊，但是爱去三档的时间啊，预计每天会
二十万人使用中港路道造成交通不便，增加十分钟。哦，啊，其他负面的产出2亿台元。啊，其他这个负面，负面产出两亿台元哈。啊，其他正产出的太小，不列入计算。啊，日本的建筑估计哈，耐用年限30年。啊，请问该投资一本比如何？众院会不会是不是应该要让它通过了哈？啊，工资一个小时3台元。欸，各位，啊，恁若是议员的时阵吼，还是讲恁的主管哈，你主管哈，这件要过无？要去无？安尼看起来会过无？会无？唔知哈，看起来敢像成本不哩大哈。啊，咱来算看卖一下吼，产出项是 Y1 吼，一个人二十万人啦吼，365天，啊，所以讲这一天一块啦吼，啊，7300元，30单，所以这车票的车票的收入啦吼，21.90亿元，啊，第二个是通勤时间的减少，对我讲10多分钟嘛吼。啊，20万人嘛，365天，啊，1点钟是3块，所以就一单就省5475万台元，30单就是164.2台元，减少通勤时间。那个减少这个汽油空气污染哈，1.2台元嘛哈，然后20万人365天，所以就8760台元，啊，30单26亿台元，这是正向的收入哈。啊，来看支出了哈，总造价成本是30亿台元嘛哈，营运成本5000万嘛，一年5000万，30年就15亿嘛。啊，后面的产出是讲这交通的成本，起3单，一天就10分钟嘛，20万人，365天，啊，一点钟3块，所以就3650万，啊，3单就是1.095亿台元哈。啊，其他后面产出2亿元呢。两亿台元啊，啊，所以说这就是讲分母，啊，看各都在那分子啊，比起来呢哈，这两个就比起来，总收益是安尼，车票的，啊，这时间的，啊，这什么话安尼哈，61.12，啊，总成本的那加起48，所以这一本比安啦，啊，你那是机会会当好过未？会吼，安尼就这表示讲会赚钱嘛，所以会当好过。啊，你若无算，你敢会知？无算你就灰灰啊嘛吼。所以这评估是议会是可以让他过的，但是嘛是爱去看啦，看你总预算偌济，啊你这种的比重吼，再啊去比看卖啦。啊，原则上这是会做你的工课。啊，预算的胡编乱制吼，乃错误的这个政策比贪污更严重的例子。啊，期间。这个政策的错误哦，不乏的滥钱呐、啊、财粮哎、渎职行为在期间哈、啊。啊，地方政府人敢有人因为安尼去用办、去用管？没有，为什么你知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伊无一本的概念，因为伊，比如讲买一架车，买卖甲买安尼讲有啥物？有违法无？买违法是不违法，不买违法。这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裁量的问题嘛，政策的裁量是自由的，啊，所以它没犯法啦，所以它如果是说因此而造成浪费啦，因此而造成什么话，这裁量的结果嘛，这裁量，所以说这个没有图利跟，就不会有图利的问题啦，因为这个图利哈、哦、要有明知违法，违法造那个图利的问题，造那个。浪费公帑的问题，啊，所以讲咱都爱，哦，像这个哈，迄、那个消防署黄志明啊，莫拉克台风时阵，什么有诶无诶安尼，开6亿采购救灾指挥车，全部不堪使用。爱检安检科长的时阵，5000万买一只什么断层扫描仪，啊，因为扫描速度太慢，沦为废铁。啊，八年前这个特殊规格的微波前进指挥车。八年拢无利用，买遮济物件，有烦恼无？
无犯法哦，即要办理法律真难哦，因为伊买车甲无买车，即有啥物烦恼的问题？啊，即就是讲无一本比的概念。哦，你若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要买车，哦，你就爱会计师甲你算，这一本比偌济，爱算会出来。啊，算袂出来就是袂做你啊，吼、哦。啊，若以预算法中吼、哦、有一本比小于不得执行的规定的话，可以作为行政裁量是否违法的一个客观的标准嘛，是不是？啊，伫有要审查的时阵，可以以一本比的大小排定执行的优先顺序，并有一个要不要删的标准嘛。较袂讲，即马讲用画的，哦，用画的，用画的好歹拢做一届啊，那包裹表决，这不对的哈、哦，不科学啦。那个来，过来讲一个例子啦，人事费用的部分啦，还有一本比的适用啊。假设这个山区哈、哦，新三年若五个人的时阵哈，每年被盗林木十公顷啦哈。啊，若孙三年十个人的时阵哈，每年被盗五公顷。啊，如果说每年被盗的减少被盗这五公顷的价值，那高于五名新三年每年总人事费的话，那一本比大于一可以用。啊，如果说小于一呢，那就不行了嘛，哈、哦，好、哦，这个就很清楚，要不要请这五个，要加请五个无？你这个算一本比省出来就知了嘛，看你要不要请嘛。阿、啊、哥这里某县哈、哦，这主办七运会哈、哦，花了几十亿元，去这个运动场馆。啊，办完七运会之后啊，除了是编列1000万元的员工薪之外、啊，哈，还要编9000万元的委运会、啊，哈。该运动场馆每年租金收入3000万，一年亏多少？7000万。所以这个财政部啊，管了财政部的立处这个教育局啊，委外经营。委外经营的工作做人啊，做人都有租金的哈、啊，租一块几十亿的物件，做人一块安尼会使袂？啊！你若无做人，你爱了7000万呢？你若做一块，等于是赚偌济？赚7000万呢？对不？啊！你讲几啊十亿的物件，讲做人一块，这好像讲不过去，会袂？啊！你一人比要算落去，你就知影有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例子呢。这是咱总理伫做桃园的财政局长的时阵的一件例。伊啊找有啊桃园的市内内底有这个例子吼。啊，恁先看看嘛，遐者啊，因啊，当时就是没有一本比小一的规定，所以伊叫教育部改出这个委外经营了，他不愿意，为什么你知无？这个关键伫倒位啊？关键伫遮啦，1000万的员工薪资啦，遮个人拢啥物官啥物长的条仔卡嘛，啊，恁若要改委外经营，遮个人就无头路啊嘛，为着这1000万啊。你一年要了7000万，安尼有合理无？无合理啊，无合理你就嘛无法哩，没办法，因为你无一本比小一的规定。你若一本比小一的时阵，财政局就算会出来，哎、欸，你这一本比小一啊，你这不得执行啊。安尼这教教育局长敢敢过迄款的，搁懂？他可以不要用吗？啊，不要用他就违法啦、啊。后刚已经上当。对不对？财政部对教育部爱打，按了按的时阵，伊敢去动不？他有没有理由去讲 去跟后面的人讲说，哎，按的袂使，哎袂，是不是就有这个理由？啊，无你就是爱了钱哈。那最后一个例子了哈，你要起一条桥了哈，盖座桥，啊，假设讲每天100个人在使用这盖桥了，啊，来回3点钟了哈。啊，节省时间，所以一天就300小时嘛。啊，每一个人劳动收入若是讲200块的话，啊，就可以得到一个每天效益，就是200×300嘛，60000元。每年的话就2190元。啊，如果说可以用50年的话，就10亿多嘛哈。啊，那造桥之后景观改善，令人心旷神怡哈，啊，就会产生非具体效益的这个物件出来。本来安尼山路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安尼吼。真歹行，啊！即卖比如讲雪水开落去，安尼竖竖桥安尼吼，风景阁袂歹，迄是心旷神怡。哦，该走迄八公路以前迄种无同吼，所以伊有一个非治理效益的物件出来。啊，这个治理效益偌济，这就是会有争议的。所以咱拄安尼讲，迄29条内底有
有规定上限不得超过20%。为什么安尼规定吼？就讲较早的这个台中港是要起个，迄个蒋经国迄个十大建设台中港，哎，算出来的明明的小一吼，啊，但是伊都要做，要做变哪做？就是从这里的会计体效益，伊无规定，会计体效益变200，变300。300倍、200倍，安尼合起来都变安怎？就大一啊，安尼就会做哩。但即做假嘛，所以你即马逐年拢爱输进，逐年都爱了钱。好、哦，所以这个要以后你们做这个主管的时阵，还是审计会的时阵吼，啊，都这个物件爱注意吼。安、哦、尼一本比这个概念有一丝啊无？安尼若要恁做官会做哩未？会啊吼，要做议员会做哩无？一本笔叫伊算出来啊，啊无一本笔就免啊，对不？啊，这样呢有信心啦哈。一本笔大一容不容易？容易哈、哦，叫会计师算，唔是咱算，咱算就困难啦哈、哦。台湾的主权谁说了算？好、哦，这边换一个话题了哈、哦。台湾的主权谁说了算？遐多顶遐一本钱，个你看看就知影了哈。你看台湾的主权谁说了算呢？哈，这 AIT 啦哈，啊这美国人，这个项目捌看过无？捌啦，捌看过哈。啊，这代表啥物款？啊，你海关别人伫用，啊这移民署的人伫遮啦，徛伫遮看啦。哦，安尼这。这上老大，美国嘛，当时的行政院长吴敦义接受媒体访问，指出了他希望 AIT 能让中华民国移民署帮助 AIT 在机关的通关手续，并希望把 AIT 美籍工作人员调回台北，继续办理赴美签证业务。有这条新闻，唔知道大家有记得吧？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人证，一共为嘛？一个人证啊，都还叫做物证，所以确定主权不是伊的啦，他不是老大。啊，这个所在捌看啦哈，啊，这个叫什么款？啊，这个呢，重点是加啦哈 ，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这啥物件？台湾防卫司令部啦，美国台湾防卫司令部啦。哎、欸，请问啊，这里那是台湾防卫司令部啊？你捌听过一个名叫做台湾，就是美国什么协防司令部，捌听过无？有啦，哎、欸，协防啊，哎、欸，什么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这防疫跟协防有什么差别？协防伊是伫讲倒位，讲迄个金门妈祖叫做协防啊，啊，台湾本身叫做防卫啦。啊，像协防会当走袂？啊，那防疫呢？防疫袂走哩啊，防疫就我就爱防疫啊，都变哪走了，吼、哦。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吼，第二条第二项内底吼。美国总统和国会将依据他们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哦、遵照法定程序来决定提供上述防卫物资及服务的种类跟数量。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应包括这个美国军事当局、哦、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ies、哦、向总统及国会提供的建立时的检讨报告。这里啥物件？美国军事当局啥物件？伊伫管台湾的安全问题呢，爱甲。总统跟国会报告，这啥物件？这就是实际上的 USMG 啦，美国军事政府啦。哦，啊，这是伫台湾关系法内底，即马有效的法律，现在有效的法律哈。啊，这就是讲台湾防卫司令部啊，伫遮嘛。啊这美国的台湾防卫司令部该走。不会跑嘛？里面也许就是他象征性的一两个人在那边就好了，他、啊、随时可以换人进来哈。叫得西嘛？其伊这吼、
2000年12月19号的时候，伊有提一个报告啦，在 AIT 的官网内内底，即马哪有人，我倒找吼，内底嘛有 AIT 的官网内底吼，有讲美国这行政当局承诺维护台湾的安全，派了10万名军队维护台湾的安全，伊是甲国会报告。就报告执行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情况，10万名大军伫倒位，捌看无？美国伊讲有10万名大军，10万名的部队在维护台湾的安全，捌看无？恁可能袂记得，有一年吼，1996年时阵有第七舰队捌来过，有吼。啊，过来伊讲，迄内底文件吼，那找到吼，迄内底文件，伊有讲驻韩国的第八陆军军团、第七支空军、驻日本的陆战队第三远东军、第五支空军跟第七舰队，安尼五个单位啦，加起来10万人，随时有监视台海安全的这个责任，啊嘛维护台湾安全的这个责任吼，这是伊讲，这不是我讲。啊，你想想看啦、啊，啊，美国撤下来台湾不到1000人 ，AIT 就开了一个通关口。啊，那有一天咱的卡、咱的公民身份证的发到50000份，你想要 AIT 要开几个关口？一个够不够？啊，加开几个无？啊，哎，变安怎？你海关是迄建筑地位阁加起嘛？啊，无第一行下、第二行下是固定的嘛？比如20个关卡，啊！你即马开放一个嘛吼，啊！若5万人的时阵，可能开放2、3个啊，2、3个，这有一个消长的关系啦哈。你若愈多时阵，伊20个会安怎？会拢会换掉呢？哦，啊，这就是这个叫不流血的，这爱浪费无？这边浪费啊，啊爱换人无？哎呦，这爱换人，哦，这。过来是讲这個公民权利法，甲换人了后，就是爱用到一本笔的问题吼，啊，过来嘛是爱用到这个物件。公民权利法内底，啊，这个，那换 TCG 的时阵，你想，遐中国人会当来做官未？为什么袂使？他不是公民吼，啊，你知道什么叫台湾公民吗？啊，您知道什么叫台湾公民吗？您先看卖迄个台湾公民权利法，哦，第三条，你讲啥物话？伊是不是伫讲这个1945年9月2号之前在台湾有户籍的及其后代的那一些人叫台湾人，还是叫台湾公民呢？哦。或者是讲做依本法其他规定而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证的，哦，啊，还有一个是什么？第一跟第二之间，第一款跟第二款之间，对吧？你比如讲第二项啊，伊讲依本法其他规定，比如讲这个何瑞言，捌听过无？何瑞言，零和论述啊，捌听过的。几别话哈，何瑞言，何瑞言是不是台湾人？啊，那个很简单，伊符合这不？你个很个第六条，你个来翻一下第六条。伊那特殊贡献的人，买当做台湾人，啊对不？啊，你何瑞言有会当依这条做台湾人没？可以，啊你没有过不？可以哈，您讲哈。啊，你个想法，你个鬼，啊，因囝嘞？唔是啊，唔是啊，第三款，他儿子啊，他太太是台湾人嘛，你知嘛哈？谢淑芬，这个教授哈，何瑞恩是美国人，还是因为第二项而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嘛？啊，因太太是本土台湾人嘛？啊，本土台湾人跟这个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后代，就是第三款。还拢会使吼，
所以安尼，什么叫公民？大概知道了哈。啊，佫一个叫准公民的，第五条那个很一个。第五条，你看到准，伊是无讲准公民，但是这就是准公民啦。我跟你讲，准公民什么叫准公民？父或母是一方为台湾人的话，这个叫准公民。偶尔韩籍啦，刚刚讲的是讲，就是讲韩籍加偶尔，就是讲韩籍加什么款，我唔知啦哈。就讲有一方是有台湾人的身份，安尼叫做准公民。啊，你们再看看第四条。第三叫做什么款？叫做台湾居民。什么叫台湾居民？有居民的身份哦，就是，安尼可能爱看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还有一个台湾居民无？第二条有没有？什么叫台湾居民？哦，就是讲有户籍啊，有这个身份证，迄就是叫做台湾居民啦哈。安尼三个人，三种人知道了哈。一个叫公民，一个叫居民，一个叫准公民。欸，这公民证会考呢。哦，这个非本土台湾人的 PTW 啊，可以依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二款本法实施前参加这个推动参加研习并协助推动台湾民政的工作者的规定来取得的，啊，这有贡献，那县里有贡献的了哈，请问何瑞远这种哈，啊，就讲你要协什么叫有贡献了，这到尾啊总理要做一个规定了哈，看你协助几件推动到啥几件呢哈。来做一个标准啊，什么叫公民呐？哈，都啊，恁可能看过第三条第一项有三款的情形哈。啊，什么叫居民？都啊，第四条第一项嘛有讲过哈。阿瓦罕吉、台侨等公民权利法第五条 PDW。哦，阿瓦罕吉跟台侨哈。啊，如果说非公民也非台湾居民，那是什么？就外国人无国籍的哈，就 A、B、C、D 的哈。啊，即摆 A 是台湾公民，啊 B 是台湾居民 ，C 是准公民，啊 D 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哈。啊，填入了，这个就是选择题了哈。有台湾户籍流亡政府的人民，这个什么款？好 B 了哈。啊，有台湾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这种叫啥？好，袂歹哈。台湾没有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这种叫啥？这个叫做外国人哈。开始讲你嫁嫁出去啊，是讲嫁去外国跟人生，啊，你无在台湾，你也无户籍啊，好，迄就叫做外国人。啊，台湾有户籍，父为南非人，母为台湾人，这种嘞。哦，不离巧哈，啊，台湾有户籍，父为中国人，母为台湾人，这种，这刚好准公民，看外国人，哦，台湾居民哈，啊，这里台湾有户籍，父不详，母为台湾人，这种嘞，这个很标准哈，这个是。父不详，父就不要看了嘛。啊，母亲是台湾人，这叫什么？公民哈，这叫公民哈。啊，台湾有户籍，父不详，经中国人认领，母为台湾人，这叫呢？一样吗？这认领叫什么款？什么叫认领？知无？这阿伯一个收养了哈，认领跟收养没哪个分？认领叫做小三生了，哦，对不？小三生啦哈，啊这，啊呢，等于讲这里，这个妈妈生的这个儿子啊，是跟中国人生的啦，啊呢在不，啊这样呢叫做什么话？
啊，尾仔查着啊，好，安尼是毋是叫做头居民啊？公民，准公民啊，即有一个户，有户籍呢。啊，这毋是父或母之一方为台湾人，有无？有行无？父或母之一方为台湾人，吼，安尼知无？这个叫做准公民呐、啊，啊，这里吼、哦、互不详，经台湾人、经中国人收养，母为台湾这种呢？公民吼、哦，这款叫台湾公民，因为收养的话跟中国人没有关系嘛，没有血缘嘛，所以只有看妈妈嘛，妈妈是公民，那就是公民嘛。安尼知啊吼、哦，这就是较早的考题啦。以后也许也是这样啊。啊，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每人均需有日治时代户籍成本，对不？对不对？啊，对啊，何人你告诉我这？啊，那这条对不对？不对哈。什么没有这门户？你要看根据哪一条啊？哦，啊，这高沙族哈、哦，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免付日治时代成本，对不？啊，还有赛德克巴莱那台队有一个叫做大狼跟一狼跟二狼，有无？伊比咱较早，他们的户籍比我们还要进步呢。所以说，这个对还错？对哦，要付啊，当然要付啊，怎么不用付？他比我们还早嘞。对啊，内底嘛有1930年，伊就规划，咱是伫1937年开始才有规划，因比咱较早，所以伊的户籍有无？有，他有户籍。啊，只是讲伊的名吼，就是改来改去的，但是他还是有户籍。免咱对起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有户籍。啊，这什么叫台湾公民？什么叫准公民呢、啊？要说明一下哈。啊，你知影了讲？你是一个官，你是一个主管啊！啊，你要用下骹的人，伊是公民啊、居民啊，是准公民，你搞不清楚的，安尼乱用安尼袂使吼，啊、哦！所以这个观念，这观念要有了吼、哦。啊，那过来讲一个，讲个毒品的问题，治安的问题。治安，当然治安上大问题，你都知无？毒品，毒品，法务部的统计啦，吼，中华民国的吼，诶，这地方政府使用一级毒品跟二级毒品的有案人口23万人，毒品啦，吼。23万人啊！内底监狱内底吼有41%是甲毒品有食毒的啦。监狱遮济人安尼吼，一百个内底有41%是食毒的。啊，差不多21%人吼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劫的。所以有超过60%甲毒品有关系。所以你毒品若无处理好吼，你全贼啦！你怎么搞我挂啦？什么玩意？怎么个变变去？伊人就我就怎样用变过个？这里哪个地方在打修建呢？哈，这是2010年的时阵的《金融时报》哈，一共去年超过6500人哈，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中丧生了。同一个时期，阿富汗2400人。哎，到位的修整，哪个地方在打仗？敢不是今麦连金融地阿富汗？啊，有啊，今麦还袂撤军呢，还搁伫阿富汗呢。啊，其实实际上较严重是伫墨西哥，伫美国的后院。这个司法部的估计啊，非法毒品交易带来的。收益啊，全年介乎136亿到480亿之间，
2006年12月到2010年2月12月哈，墨西哥40,000人，约40,000人死于毒品有关的暴力。美国巨资援助跨国反毒，有用吗？你看他开多少啦哈？伊讲这个2006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向毒品宣战呐、啊，采取大规模禁毒运动了、啊。政府投入禁毒的资金超过46亿美金呐、啊，这不，还有这不，真侪46亿是相当于台币多少？过了千条嘛哈。作为报复了哈，作为墨西哥毒贩向军警及平民实施的疯狂的报复，从2006年以来，死于毒贩报复的人数达到45,000人。啊，对我讲，当时几啊千个，这是超过啊哈。期间，墨西哥共打击抓获各类毒贩45,000人，啊，开启缉毒运动。同时，卡尔德隆发起针对大规模的禁毒刑警的大规模改革。墨西哥什么功能失调的司法体系和现代化更专业一点。你像安尼赢输，你也这么多人啊，做了这么多人啊，等于安啦。等下你要起足侪感觉来关这个人呢，安尼敢好？台湾即马关偌侪人在？法定总额是4万，好像4万多啦，我先看麦。哦，这是墨西哥毒品战出动军队啊，掠45,000人啊，惊人！啊，咱即摆有一个这个物件啦，叫做海洛因医疗化除刑不除罪了哈，减轻社会成本，提升政府效能的分析报告了哈。后补充给侬，有23万人的毒品人口哦，70%是吃海洛因。海洛因药效偌济，敢知？7-8个小时，所以一天要住几届？啊，一边偌济钱知无？1000呢？一天偌济？3000，一个月9万，一年180,000，诶，这钱倒位来？拼来还是赚来？拼来吼，拼来叫社会成本啊，吼、哦，这恐怖嘞。总共大概16万人是毒海洛因啦，啊，其他差不多3%啦吼、哦。保守的估计啦吼、哦，有2000亿啦，你看。23万人乘以70%，乘以9万，乘以12个月，等于是1700亿。市场有大无？那加上这二级毒品安非他命、K 他命哦，超过2000亿。消费市场2000亿，中盘洗一届1000亿，大盘各洗一届500亿，走势再洗一次250亿，合起来超过3000亿。哎，这市场，哎，这个大事业哦。啊！即卖中华民国国防预算偌济，敢知？迄年啦，迄两个预算吼，敢有3000亿？无咧，2000几亿尔咧。你个军队个预算才2000几亿尔，你要安怎甲即个比啊？你敢差会了？差袂了啦，对无？啊！即卖来讲，啊，你甲想啦吼，美国、墨西哥用军队来偷无法度，一年掠40-50万。四年掠40-50万安尼，安尼够效？拍死几啊万人，有效无？谁来拍输了？你看一个，无注意看一个数目吼。伊讲伊46亿啦吼，还有偌济？美国缉毒署的报告吼，墨西哥毒枭掌握北美每年超过1500亿的毒品交易市场，超过250个城市的活动等等等。你46亿甲这1500亿安那比啊？人家比鸡腿安尼，会比你袂？啊，美国拒援资金变哪拒援资金？美国拢在支持这啊，提供市场哦，海鲜哦，这毒枭。安尼这安尼这一定输嘛？你怎么查你也会输？你46亿，好，你加一倍好不好？400亿嘛要输，对不？400亿嘛无人个领头，对不？按这边来讲，打仗打不赢，
可以确定的，因为利益差太多了。啊，抓警察，军队都无法度，警察敢有法度？免讲啦，抓愈抓愈多安尼尔啦，爱着饲一挂人，互你去抓。啊，无咱来换一个，换一个方向啦吼，拿来甲做鉴宝安尼，怎么款？食毒的拢鉴宝免钱安尼，好不？会袂，安尼会使袂？拢免钱啊，食毒我政府拢提供安尼。可不可以？你要看一本比啊，你要算一个啊。好、哦，咱来算一个哈、哦。啊，拄仔这看哦。啊，这2010年哈、哦，预算呢100亿的，监所预算大概100亿。啊，法定总额是14000人了，平均关押一个人要185,185元，一单哦，关一个犯人要180,000几块，安尼个鉴保偌济，50,000块就有啊。啊，其中40%是食毒品的啦吼，21%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进去夹的。超过六成的人哈，36,000人是跟毒品有关系，所以36,000人呢要花多少钱呢、啊？1年50,000呐哈，36,000人，所以全民健保嘛才180,000俩，你一单都开180,000俩，啊你干嘛内底有64个跟毒品有关系呢？啊我才开180,000，甲这卖讲180,000啦，30亿来一年吼，减内吼，坚守减内30亿元，有够用无？有啊嘛，啊，干嘛个替大家拿预算来？唔免啊，你干嘛你都免管遐个人，你都来遮用就有啊。安有啥物好处？就讲、是、你若讲提供健保回来遮食免惊安尼吼，社会会安怎你知无？这小偷会减一寡未？伊就免为着遮毒品去偷去抢嘛。你社会你都马上二三十万个这个小偷就减起啊嘛。啊，社会成本会当节省偌济？这社会成本是节省足济呢。啊，地方会安怎？啊，这食毒的拢伫庄卡嘛，都市当然嘛是有啦。啊，就这个地方上的这医疗业务安怎？增加一些经常性的人口呢，这个客户呢，是不是创造因的营业额？你减一寡在食毒的吼？那减一寡这个财产犯嘛，然后就是增进地区医院的发达。然后会减少冤狱，有想到这无？因为这个前面医疗化坚守少了一半的人嘛。啊，你警察啦、检察官、法官少掉一半的工作嘞。啊，是不是伊会当办一寡较正经的案件？啊，就你时间较济嘛，你就会当较查较详细，可以少一些冤狱的。啊，不是毒品延伸的冤狱实在是真济。而、且药丸医疗化出行不足罪的效果，瑞士试验的结果，海洛因健保几乎，这不是，那不是创新啦、啊，这是其实海洛因的瑞士现在有啦哈，一共3年之后哈，2-3年之后会断瘾，也断瘾呢，假面加假加赛断瘾太安呢，啊1/3人继续会减害了，啊1/3人继续还享用海洛因，为什么会断瘾？1/3人为什么会断瘾？我吃免惊，先来锻炼。因为伊若去偷、去抢、去夹、去买的钱啊，去买来的这海洛因来煮，有没有快感？有哈，有啊，这有快感。哎、啊，若敢像病人安尼去医生遐、护士甲伸出来甲煮安尼，伊有快感无？一开始会好像还有一点点啊，一来是不是越来越觉得好像是一种负担？啊、所以就有人会改掉，做戏哈，哎、哦，就不爱煮啊，煮了伊就改掉，啊，就食海洛因哦，即食海洛因直接，啊，啊，拢甲断断掉安尼哦，哦，咁断会掉，你美国安尼咁断会掉，啊，重刑治国，重点治国，都要捌听过讲食毒个爱。
我是知影讲香港食毒是无罪啦，中国食毒嘛无罪。未到爱死刑啦，食毒个无罪啦，你唔知啦。食毒是犯人呢，病犯呢，诶，到生破病拢个伫遐清查，到有这条。嗯。安尼，你这样子要比那个纳粹还要严重呢。啊，你还比纳粹还要严重呢？安尼可能你还先得爱乖呢。你要这样子。还会减少艾滋病的感染。卫生署疾管局公布94年度的这个新增的艾滋病哦，3399例啊，药源艾滋24636人，超过70%跟毒品有关的。啊，这个艾滋病是法定传染病，每个月要花20000块医疗费用。啊，传播哦，每年要花150亿啊，平均一命33年要花400多亿。光是艾滋病哈，财务支出就几百亿了，这个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啊，起码前面医疗化，这个不会有艾滋病的感染了，哦。啊，卫生署一本比哈，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啊哈，1:12，投资1块钱可以节省12块哈。2004年的报告，每投入1块美金可以节省12元。在执法、司法、医疗方面的支出成本，啊，这个不算大，不算小的成本呢。安尼，恁若这条、这个案啊提出来，要过无？爱过无？爱过吼？反正讲过啊，跟世界接轨，协助美国打赢这场毒品的战争。每个毒瘾者哈跟药瘾机构间的每年50000块的账要怎么来结啦？俺老公从矫正机关监所那边哈减内这个每年减内30亿嘛，可成立这个财团法人这样药瘾医疗处遇基金会了，可以进行医疗机构间的结算嘛。啊，所需资金大概300亿啊，逐年编内10年，用10年哈，大概这个食毒的话就给解决掉。啊，并可跟国际接轨嘛，协助美国打赢这场战争。我昨昏个看着兰德公司吼，美国迄个什么兰德公司，好像研究的结果也是这样子的。就你美国的市场来关起来，啊，墨西哥遐卖过来招数，啊，无市场啊，你招数就咪嘛，够人要甲你买，啊，都食免惊，佮甲你买，大家怕，对不？啊，这场战。不战而胜啊！安尼那是讲要改，安尼吼硬碰硬安尼吼，我看是输较大面的哈。依照一本本，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哦，这个很清楚了哈。哎，你有听过这个？往这边换那个话题，发行车牌，这边听过无？有啊、哦，咱台湾政府即摆要发行这个车牌哈，啊，这发行车牌的第一个动作是停牌，也牌个停起来嘛，啊，无你免啦挂 TCG 的车牌，啊，停牌合法啦，是不合法？停牌可以当退税呢，伊这个什么伊的牌照税，然后依照13条牌照税法第13条规定讲，已向交通机关停报的话。一缴期间的费用要退税的，按燃料费什么使用征收分配办法第6条第一项第四款买当退税，所以这个停牌是有合法不？合法哈、哦。啊，停牌之后要不要再缴税？不用了，都要退税了，怎么还要缴税？啊，伊讲，啊，即马过来一个问题讲。道路交通处罚管理条例第12条的第1项第8款讲，牌照业经缴销报停、吊销、注销无牌照而能行驶的话，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36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并禁止其行驶。但是咱即马是挂这个
大陆运输安全局汽机车哈，悬挂这个 USMG 授权第一机发行的汽车的车牌，干袂当叫做无照驾驶，也当叫做无照驾驶呗，袂使哈，这不是这不叫无照驾驶哦。哎，若讲无照，这不是我发的，无照要哪处理？爱该安安将无？免。好，那咱的这个行照的后壁哈，有遐电话，这个卡去啊，咱的行控中心，行控中心的连跟律师事务所连线，啊，律师会替你处理，你免烦恼，免该安安将。啊，但是吼，这个一个问题哦，伊这个。其实他如果说吼，伊若讲这是无牌啦吼，伊安那处理知无？伊有这条规定工作，伊这我这嘛无写出来。他这个第三项规定说吼，这靠车了吼，车爱塞，要限期通知所有人领回啦。你个想注意听哦，伊只靠这台车爱通知所有人领回。啊，我伫坐车底咧，比如讲，宜兰市场拢坐车底咧，啊，司机甲驶，啊，挂着这个牌，啊，你即马车主伫车底，你要通知伊领回，安尼要哪靠车？哈？安尼要靠车无？这样没有办法扣车了，因为伊车主伫内底啊，所以伊迄个规定变成啦，白规定了，没有办法执行。按、啊、这个《道路运输》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八条之一啊，汽车唯一规定装设汽车这个行车记录器哈、啊，或汽车装设行车无法正常使用了、啊，会依规定保存行车记录器持卡，或未依规定使用不当使用的、啊、会有处罚。所以咱挂咱的车牌哦、啊，爱到这个行车记录器，卖还人家啦，哦，卖还人家啊，咱这车嘛保险哦。我们车子也有保险，哦，我这边先卖公交车间了哈，反正有保险的对吧？啊，那发生事故的时阵，有保险公司替你处理保险嘛，啊，有律师替你处理这个刑事的案件，加行政的问题。哎，好了。现在的啊，对对对，都是啊，这都是啊。USMG 是美国棍、欸、没有啊没有啊，这个是我们道路运输安全局啊，咱 TCG 的道路运输安全局，这无关这无关、欸、没有这东西、欸、当然他不去规定这个，因为这叫做这等一下讲到、哦、他说这个啦十二条有下列情形的话禁止啊，用第一项第四款、第六款、第八款就是讲这个停报停啊，拢无照拢驾驶。第八款，咱的情形是以这个情形的哈。汽车当场一致保管，并通知汽车所有人限期领回。啊，问题车主就伫头，车主就伫内底啊，你免来叫伊限期领回，啊，你免来扣车啦，这个会有困难哈。所以咱这咱有个写伫咱的行照后边，伊若要看行照。就看有啊，迄种甲提醒啦吼。伊啊，汽车免钱，嘿、欸，机车可以，机车也可以。机车，哦，机车不在，啊，车嘛是有这个不在的问题，伊也无行驶啊，停着就没有行驶啊，在拖啊。哎、欸，啊，你也无驶啊，你停伫遐，所以伊袂当。哎、啊，就，所以这机车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机车你就尽量家己骑嘛，哦，卖有帮骑。啊，费用吼、哦，机车是免钱啦，领牌照、领行车，比如讲这机车一撮钱也免啦，啊，但汽车6000块，4000块是管理费，2000块是这个诉讼、请律师，爱费用啊。哦、你就发生事故的时阵，
律师替你处理，啊，保险是另外处理的哈。要啊，你保险公司是民事的啊，民事啊，你要赔人钱的啊，是要安怎啊？对不？你发生车祸责任吗？我看是要会用。燃料那边你不用缴牌照税，你不用缴燃料费。啊，那一千八啊，会当省差不多一年四万几块嘛。啊，两档，即嘛是讲两档，这个牌照的这个。4000块吼，是两档的费用啦，两年。吼、哦，这恁会当考虑看卖吼、哦。啊，过来，讲这个 civil resource，civil resource， 捌听过无？民事资源呐、啊，什么叫民事资源？一，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了哈。1967年的时阵哈，这个以色列以阿战争，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加萨走廊、戈兰高地跟东耶路撒冷。啊，这1980年的时阵哈，这个以色列40%的水来自于这个戈兰高地。啊，有这无？这哦。啊，导致当地的居民哈，戈兰高地的居民用水发生困难，所以叙利亚就去联合国给他控告。说你这个军事政府这样滥用资源，一占领，他占领，现在还占领哦，戈兰高地哦。啊，联合国就通过他违法，决议他违法。你军事政府不能滥用民事资源，不能滥用这个 civil resource。军事这个 civil resource 不是一贯的，所以伊袂当滥用。啊，这个交通什么代志？交通敢算军事政府的代志？也是有问题哦，这个交通好像是民事政府的事情。啊，哥，过来讲一条了哈。但突然嘞，是以色列这个来讲，未军事政府不能滥用这个民事资源嘛？不能，其实这不是一贯的，这个民事政府惯的，就西部 government 惯的啦。民事政府是西部 government 惯的啊，军事政府是管军事资源。啊，这里讲一条啊，美国现在派伊拉克。为着啥？有人讲是为着石油啦，哈。啊，美国有没有进入伊拉克？有嘛，哈。海山造就，干不干掉一掉，就是挂起来，哈。啊，这伊为着石油去伊拉克，啊，伊拉克嘛叫占去啊，啊，又开在石油无？为什么？因为这叫做 civil resource， 啊，你军事政府会当开在这未？未使。啊，那安尼，这个仗不是白打了吗？所以，伊十年了，先扶持这个伊拉克民政府、伊拉克临时政府，变成伊拉克政府，然后完成这个统治就稳定之后，他就退出嘛，哈，一退出掉，伊的公司、石油公司的几百，西方的石油公司就进来跟这个伊拉克石油部共，讲说这个开采石油的问题，哈，还是开采石油，本来这假设啦。生产一十块尔，啊，那予伊开采吼，爱20块嘞，啊，有钱要对来，去遐军费要对来，啊，伊拉克真戆嘞，啊，若不要开国际标，阿强嘛叫来，啊，苏联嘛即摆，是毋是会当降降价？但是会使袂？啊，你这民政府，你这伊拉克政府是美国他们扶持出来的，好、哦，所以就袂使啦吼。这个为事了，啊！台湾即摆倒去上老街，知无？南海，南海有啥？石油、上海，台湾的吗？有看到吗？啊！即摆上占领？啊？美国吼，美国占领台湾嘛吼，这恁大家拢知吼。包括这个西沙跟南沙群岛，啊，这蕴藏食量偌济，敢知？啊，啊，你敢恁捌听过吼？20兆呢？20兆是偌济？敢美金呢？有人要算小者无？20兆，
乘以三十等于是六百嘛哈。啊，台湾呢，一年预算偌济，敢知？不到2兆呢，所以除起来，爱台湾的三百年以上呢，多不多？这天文数字呢？啊这讲台湾的哦，美国占领的时阵，我本来想讲吼，写一个索条，甲美国石油公司讲吼，讲恁来遮开采，叫美占领地有遮石油。啊，叫这个发现到讲做，这个美国公司叫做 Harvest 哦，伊竟然走去甲这个中国签约，讲要开采这个石油。伫这南沙群岛边啊，遮吼，要开采石油。啊，恁听到遮有啥物意见？这个中国讲要派军来维护这个探勘的行动哦。安尼有感觉啥物啊叫用侵害？是不是啊？上海当那个嘛，这是西伯瑞索斯啊。其实吼，甲伊迄是1992年的代志，93年时阵，经美国公司真正甲中国做下船去遐开采探勘呐，地震波探勘，结果三天就去用挂断，是安那知无？啊，毋是中国要派军维护保护？啊，三天叫上挂断来，唔是啦，去予越南挂断来。安尼中国有用无？我话真无用啊吼，去予越南甲挂断来。咱即话讲要告，恁都话讲这是台湾的嘛？啊，台湾商业告，民政府要告，是安尼民政府？啊，中华民国敢袂使？中华民国是安尼袂使？即卖伊毋是民选吗？不是民事政府吗？其实伊个本质叫做君属政府啦 ，GAT。咱拄仔讲到这个 GAT， 什么叫 GAT？ 恁拄仔拢无问 ？Government Authority on Taiwan 啊，台湾军事当局，台湾军事调控，台湾军属台湾统治这个统治当局的哈。啊，伊个身份是啥物事？伊是倒位来啦，伊是讲到较早吼，讲到更早一点是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命令，伊讲北纬16度以北，包括北越跟台湾的日军要向蒋介石投降，蒋介石将军投降，大元帅投降，所以金怪就得派这个陈仪过来加。第1945年10月25号，第中山堂接受日军的投降，现场有中美英苏四个旗啦。日本向他投降。这个政府因此有一个成立的政府哈，这个政府叫做什么政府？本质叫做什么政府？军属政府。军属政府继续到当时，继续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伊本来是代表中美因素嘛哈，但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落是变什么款？年轻干嘛阁有伫哩？无伫哩啊，变成什么款？变成美国啊！23条讲美国是占领国啊，对不？啊，美国的委托这个中华民国继续占领嘛。啊，第四条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第四条内底第二款，又讲这个美款，伊讲日本承认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哈、啊，对台湾有处分权呢。所以美国有一个处分台湾的准计划，叫台湾关系法。啊，内底就讲这个 GAT 的问题。啊，这段期间，伊叫什么政府？美国、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的处分权，啊，中华民国代替伊来管理，啊，伊叫什么政府？伊嘛是军事政府啊，敢毋是？啊，所以伊会当来管这个西伯瑞索斯未？会使未？未使啊！所以拍这个官司，伊无资格啊！啊，啥有资格？台湾政府你讲嘛吼，对不？啊，免来证明。啊，我去问这个美国的咱台湾人伫美国做律师的，伊讲，这个
他提了两个问题啦，第一个是说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条约，听清楚，它是条约。条约是什么东西？国家跟国家的关系啊。啊，你 TCG 是国家吗？啊，这个 Harvest 是国家吗？不是呢，啊，你可以用吗？不行哦，吼，这样也有道理的，这不行用的。看起来是你的，但是这不行用的。但是所以说，就还有一个条约叫做暂时保护平民1947年的日内瓦第十公约。啊，听到这个条约暂时军事占领嘛，吼，但有行无？平民 TCG 嘛，是暂时保护平民的这个公约会当用未？内底都有 civil resource。啊，这个条约加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安尼就完整了嘛，这样就完整了嘛。好，安尼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第二个问题，伊讲啊 TCG 伫倒位啦？你拢讲有嘛对吧？啊，美国法官伊敢有来遮上课？无，伊太知有 TCG， 伊唔知啊。啊，要来证明，大家要拍拼，争论证较紧冲一挂。好、哦，啊，这就咱来美国要证明的代志啦。去到遐度，啊，但是这件代志吼，除了讲台湾人的律师以外吼，啊，佫有一间较大间的，迄间公司呐叫啥名我袂记得，但是今年的富士比有佮做专访。伊个营业额是3.25亿美元，有大无？一间是不是稍微营业额3.25亿美元呢？伊讲对咱这件案件有兴趣，伊讲伊甲这间公司无关系啦，没有利害冲突。好、哦，啊叫咱家研究一下，研究他们过去打过什么案子呢？啊，这美国公司，这伊对咱有兴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有希望嘛？吼、哦！啊！若官司来拍落去，你想伊是要赢还是输？伊要赢还是输？啊！你个想清楚哦。那赢啦吼，美国法院判伊赢，安尼这台煞变上个，唔是要判伊赢，咱输哦，伊赢、哦，变上个，变中国个呢？这二十条拢上个中国呢？安尼有符合美国的利益无？啊！你想伊若赢啦吼，伊要去开采，越南会同意未？不同意嘛？啊，所以赢是安那一场空嘛，对不对？啊，输呢？输变上诶，输这叫做美国占领地呢，符合旧金山和平条约呢。啊，输，伊是毋是当透过军事政府来甲民政府签约？啊，越南甲这个菲律宾是签约国呢，伊会当无承认这个判决吗？未使呢，伊是签约国。啊，阿强王敢签约国？阿强王毋是签约国？无效呢，所以怕输，伊若输伊有好处呢，伊输就是咱赢呢，安尼，咱赢就是伊赢吼，其实咱赢就是伊赢，安尼这个应该会拍入去，会吼，啊然后开始要用的时候，恁再大家拍官司爱钱呢，啊袂啦，10月9号大概会决定啦。十月初九会决定这件代志，要到底要拍歹拍。啊，你想吼，啊，即个拍官司，顶一届拍，比如开60万啦吼，啊，即届可能开100万，100万要对来，无款，无款就较难啦，100万呢，100块呢，美金呢，啊，即吼，我有甲。6月7日甲民政府拍约了哈，签那个约就是说，一个决议啦，讲说拍赢吼，2%。你若想吼拍赢吼，2%，你2%要哪算啦？你若讲拍赢，这个爱开采，开采中国500公尺就无法度开采啊，这有技术问题，还佫有资金的问题。我是建议讲，若开采的时阵，若拍赢的时阵吼，会是甚物人？美国嘛，做东啊甚物人？台湾嘛，啊要出钱找啥物人？唔是啦，找中国啦。啊要技术找啥物人？找日本、美国嘛。啊越南甲菲律宾要创就地保全嘛。是。哦，维持的一个嘛，做同啊一个嘛，啊出钱一个，啊出技术一个，啊保全一个，5个嘛。
我讲二十条除以五是四条，四条乘以三十六，六十兆。啊，台湾几年的医生？三十档的医生。啊，两趴。哦，你去算看嘛，这个我不要算啊。啊，安尼有兴趣无？这有一个后援会啦，哎，阿来到处这个分做 A、B、C 级哈 ，A 级五万块 ，B 级五万块 ，C 级五万块，啊 ，A 级是医生专属，啊 ，B 级是中可以指定继承，啊 ，C 级是无钱会当合作认领啦。好，到时再阁讲，啊，今日时间差不多嘛，啊，拢无，阁两分钟哦，哦，系啊，啊就两趴嘛，你个想？三十条两拍几条？哎，拄仔是讲六十条啦吼，六十六十条两拍，啊两拍，我若找一百个人啊，一人一百万美金嘛，一百个人一人出三十万，哦，假设啦吼，啊你是分这个两条的六十，哎四条乘以三十，十二一百二十兆的，啊这不得了，这就不要算了啦。所以讲，有人讲这是吸尿器底只水壶呢。我问你啊，这判官啊都来吼，美国媒体安怎讲？美国的媒体啊，第一句骂这个国防部：你的占领地为什么中国也来占，越南也来占？是不是安呢？又有美国的判决，又有这个条约，又有舆论在说美国的出兵是怎么样？师出有名啊，刚刚好而已啦。啊，怕伊拉克嘛无什么条约，啊嘛无什么判决，嘛无舆论安怎，就怕了。啊，这是爱怕无？这边怕，你哎，我谈，你有签约呢？你要遵守无？你要退转去呢？啊，中国干咩？干咩安怎？伊越南伊都挡袂牢，讲到美国，对不？啊，所以这执行起来大概不会太困难。我的出头家吼，伊就美国人，我讲安尼就师出有名啊，对吧？师出有名，是不是？注意吼，啊，这台湾有希望无？有安尼是有希望啊。啊，有啥问题无？拄仔这条是讲得较紧一丝啦哈。啊，有啥问？讲这些拉拉杂杂讲了一些，有啥意见无？哦，无吼，啊无，咱今日就到遮煞啦吼。加起立，起立，休困十分钟。